本期讲解一个 AI 图文流量主矩阵项目啊，傻瓜式发文，纯手机操作，单日能赚300到500块啊，上手比较快啊，这是利用 AI 来赚钱，利用通过 AI 写作赚钱。AI 写作也是作者工作室的主要项目，已经跑通了工作室一个月5到10万的收益啊，个人操作一个月几千到1-2万也没有问题啊。这是公众号啊，公众号有学员很厉害，5个公众号收益月赚5万，非常牛。课程包括项目原理啊，项目的转背及开通流量主，项目所需要的工具啊，免费的付费的全部都有，就是 AI 工具，项目的实操，哪些领域适合领域选择好了的话才能赚钱，常见问题解答，以及核心报文的核心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看看所需的工具全部都有提供，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需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 AI 图文，或者是 AI 图文流量主，或者是流量主矩阵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